地方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，什么地方？就是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查询名单这边有公这个公式哦？我们刚刚是跨了工作表，好，然后选那个范围，但是你会发现跨工作表选范围，它的公它给的那个这个公式非常冗长，前面是它的什么工作表名称加惊叹号，有没有发现这个黑名单指的就这个惊叹号，就是它后面的。什么呢？后面的那个范围 ，A2 到 A 这个22223哈。那如果假设啊，我要换一个方式的话，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定义名称，也就是不要用这个跨。假设跨工作表，我蛮建议各位哈，把这个范围改成名称，利用名称哈当成公式的一部分。好，啊怎么做一样嘛哈。第一个，你把黑名单选起来 ，Ctrl+C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把游标放 A2 哈，然后把底下选起来 ，Ctrl+Shift 向下，先把游标放 A2，Ctrl+Shift 向下，然后把刚刚的那个黑名单贴到这边来，按 Enter。OK， 好，那也就是 A2 到下面哈这个范围就叫黑名单。那我们其实可以把刚刚的一个公式有没有？这个范围呢，你就不要叫用那个什么，刚刚用选的，我发现那个比较容易出错，而且还要加一个钱的符号。那你可以改成那个定义名称的话，按 F3， 把这个黑名单加上去就 OK 了。好，按确定呢，再向下填满。那这个好处就是说了，你会发现哦，原来的公式瞬间变很短，而且其实反而比较不容易出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用加那个钱的符号。我发现好像同学很多同学对那个钱的符号蛮有障碍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。然后你很多同学都忘了加就错了。OK， 好。所以如果你假设不想要加这个钱的符号，而且也不希望说那个公式太冗长的话，那我是建议哈、哦、用那个定义名称的方式。那这个蛮重要的。OK， 第一个哈、哦，好，把那个刚刚的公式用定义名称的方式哈、哦，把它做一个这个缩短哈。哦第二个的话呢，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希望哦，如果每天我都要做这件事情，都有一堆资料查询的话，然后前面这个名单会更新。那假如说我今天我不要土法连每次都做一遍，我觉得其实蛮快的。但是如果每天的话做一次，也浪费时间。那我希望呢，可以做至少两个按钮啊、哦，这边有三个按钮了，其实我希望做三个按钮。这个按一个按钮是按清除，按下去这个把它清掉。这个按钮按下去的话呢，把刚刚的这个名单全部查回来。那怎么做？哦、所以哦，基本上会有三个按钮了。我们先完成前面的，这个是清除好了，这个是把刚刚的这个查询名单呢查过来。好、哦，那如果我要完成这件事情的话啦，其实当然呢，你必须要会写程式。可是如果你不会写程式，还有一个方法，就叫录制句子啦。这前面有讲过，好、哦。如果你不会写没关系，你可以用录的 ，OK、啊、如果你假设啦、啊，你实在是不会写，除了用录制句集之外、哦、其实还可以用 ChatGPT 啦。我是觉得 ChatGPT 应该，但是只是说那个 ChatGPT 你要怎么跟他描述这件事情，这个恐怕就不是太容易的、哦、而且有时候你要讲得很清楚，他你可能讲得很清楚，但是他听得很模糊，他给你东西也不对。所以啦、哦、反正没关系，你要慢慢讲个比较好的方法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，清除好了。所以哦，如果我希望增加一个按钮，按下去，把这些范围清掉的话，那怎么做？哦、第一个按录制去齐，当然你可以彩排一下啦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不特别彩排。那其实很简单，选这个嘛，按 delete 不就好了？我把它录下来，哦、所以录制去齐，然后给它一个这个句集名称叫清除好了。OK， 第一个比较简单，按确定，好、哦。然后呢，先选 A 栏好了，整个选起来按 Delete， 好了 ，OK 之后把它停止录制，这样就有了吧？哈，清除看一下，哎，有清除，好，所以你待会清除掉就 OK 了哈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第二个哈，再来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按钮变成清除，那目前不是清除，那按右键哦，可以重新指定它，啊，把它变成清除好了。那怎么变？一样嘛，选这个清除，把名称复制下来，按确定。然后呢，把这个上面的名称 delete 掉，贴上去就 OK 了，它叫清除了。好，这个第一个 OK 了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我如果假设需要按下它，自动帮我把刚刚的动作全部查过来的话，那、啊、如果我不会写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录嘛哈、哦。那只是说你可能这个地方要特别特别小心，
就是入资的时候哦，因为它是跨工作表，所以你必须要切到这边，而且游标在这里哦，所以一定要从这边开始哦。所以几个步骤 ，Step 一，先切到查询名单。Step 二的话呢，再把游标放在 B 二，把公式输入上去 ，OK 哦，然后向下填满。哦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切过来第一个动作，第二个游标放这边，好 ，Step 二 ，Step 三的话把公式输入，然后向下填满，第四，再来的话第五的话就是把游标放上面，然后做资料里面的筛选，好，把一留下来，有没有 ？OK， 按确定，然后呢再把游标放 A1 对不对哈？记得哦 ，Ctrl Shift 向下。Ctrl C， 然后呢，再切到查询结果的 A1， 哎不，点错了哈。那如果你 NG， 你可能就重来了哈。再点一下 ，OK， 然后把它贴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应该就 OK 了。所以刚刚彩排啊，不过特别注意哦，因为录制聚集哈，它是去抓你滑鼠的位置，所以假如你本来滑鼠已经在这边的话呢，记得你一定要拿开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假设已经在这边，你点下去哦，它不会帮你产生那一行程式，所以切记哈、哦，一定要先把它移到别的地方。那像这个也是一样，游标先不要放这边，一定要移开。那筛选先把它恢复，好，那我们开始了哈、哦。所以先确认一下，哎，你的那个游标有没有不要在 A1， 这边不要在 A1， 那这边的话、啊、清楚，我先把它清掉，这个可以清哈、哦。游标先不要放 A1。这边的游标不要放 B2， 哦，这样才 OK 哦。特别，如果你已经在这里哈、哦，你再点它那一行不会产生，这个是最容易发现错误的，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移开 OK 哈、哦，那不然 NG 要重来了哈、哦，反正顶多就是好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开始录制了哈、哦。那录制的步骤其实云端上也有了，就这些了，总共八个步骤，上面已经把它注解都写上去了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。那这个名称叫黑名单筛选聚集好了，就这么长一串、哦、好，那开始录哦。所以、哦、步骤大概就这几个了、哦、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二页，这边有一个录制聚集程式码的那个绿色字就是注解、哦、好，来看一下，接下来就开始了、哦、录制聚集了。所以这个是最复杂的了、哦、很容易做错。好，一先把名称先输入，按确定。好，一先切到那个查询名单，这个点一下，它会帮我录出一行程式叫 sheets 查询名单点 slate，OK 哈。第二的话，游标再放在 B2 的储存格，所以 range B2 点 slate，OK 哈。然后第三个话就是把这个 formula 这个公式呢打勾就可以了，打勾它就帮你把它录进去了。第三的话向下填码 auto fill， 哦 ，OK 好有了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？这个第三嘛，所以一切过来，二点这边，三输入公式，四向下填满，五的话呢，游标放 B1 做什么？做筛选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资料里面有个筛选，把这个筛选呢选到一的部分，全选打勾取消，一按确定，好，第五个 step， 第六的话呢，就是把游标放在 A1， 然后 Ctrl Shift 向下 ，Ctrl C。然后呢，再切过去哈、哦，切到，所以哦，点这个查询结果，它是 sheets 查询结果点 slate， 好、哦，而且要把游标放在 A1， 所以再点一下 A1。所以刚刚你记得不要已经放 A1， 你已经在 A1 就不会产生那一行程式会出错哈、哦。然后 Ctrl V， 结束了 ，OK， 动作不要多哈、哦，也不要少。那最后呢，记得开发人员里面呢。把它停止录制、哦、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录完就忘了按这个了，一定要把它提下来、哦、好，停止的话呢，这样 OK 了、欸、如果没有 NG 的话、哦、那就顺利完成。但是如果你有 NG， 请你重来、哦、把它盖过去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测试看看、哦、有没有成功、哦、一样我把它清除了，所以清除一下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再执行它。执行的话，一样聚集里面会出现黑名单筛选聚集嘛，执行。哎，有啊，过来了啊啊！所以啊，最后其实清除这边这个按钮一样，按右键重新指那个黑名单筛选，把它的名称改一下。
所以这边名称改，哎，那这样 OK 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你会发现，好像比原来预期的简单，有没有？你好像什么事都没做，但是事情就做完了，哎，有没有？还蛮好的，所以以后你的工作，假如说每天都要查一大堆东西，啊，你只要把那个剧集录好了之后，按个按钮，事情就完成了，感觉还蛮好的哈。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本来就这样子，你可以把那个规则写完，那事情就完成，马上可以查出来一个报表一个结果，你的老板一问什么，你马上可以回答他，我帮你查一下 ，OK， 一下就有答案了。不然的话呢，如果假设你不会这些方法啦，说实在你人工作业要多久？老板问你一个问题，哎，请你给我什么什么资料？老板说你可以多久给我？但以前你如果不会这些方法了，你要多久？哦，老板，我下班前给你好不好？你可以快一点吗？哦，可以给我一个小时内可不可以？没办法，他一定当然会觉得很沮丧，可不可以快一点给我？我很急耶，对哈、哦，你会发现老板都很急。OK， 所以呢，如果你越快给他，哎。当然呢，会觉得哎，你人不错哦，而且如果给的东西又对的话，那更好哈、哦。OK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，把刚刚的动作哈、哦，把它录制成句集哦，然后可以一键完成哈、哦。那最后当然你可以看到了，这些程式会放哪里啊？其实就 Visual Basic 里面的那个模组，模组里面有 Module 一就在这里。OK 哈、哦，所以当然最后我们是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把这些做一个注解，你会发现录完的程式了哈、哦，就这些。有没有就长这样？那其实就是那个八个步骤了、哦，不过最后当然那个八个步骤、哦、其实应该慢慢，我是建议你可以慢慢看得懂。像我刚刚第一个步骤是这个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？一 step 一哈、哦，游标是放在，那么切到查询名单嘛，所以点一下点 select 嘛、哦、第二个的话，游标放在 B 2有没有？哎，有了哈、哦。第三个的话，输入公式。第四个的话就是向下填满，有没有？然后第五的话就是什么筛选，所以筛选的话是放在 B1， 所以这边是第五。然后筛选的话就 auto filter 啦，有没有 auto filter 叫筛选？哎 ，auto filter 在这里，这个叫筛选 auto filter 哈、哦。然后筛选完之后的话呢，在游标放在 A1 第六，然后 Ctrl Shift 向下，有没有？然后 copy 贴过去嘛，所以这边是。Ctrl Shift 向下、哦、假设第七好了、哦、那第八的话就复制贴过去了、哦、所以这边的话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上面呢自己加上注解，有没有一个一个把它输入上去，这样子最后我是已经做完了，所以我把最后做完的就 这一些、哦、把它直接贴过来算了，有没有？这边这个是我其实一模一样的东西啦，所以我直接把它拿来OK 这样。那最后的话呢，最好是就是输入类似像这样啊，你们的注解不要跟我打一样哦，你们可以用你看得懂的语言、看得懂的方式去叙述哈。那、哦啊、最后的话呢，就是可以，把这个结果给做完哈，试、哦、试看好了哈、哦。清除 ，OK， 好。